真可爱，真可爱呀、啊！我去，这老鼠啊，太可爱！你想他们是小狗吗？还有啊，没了没了，我把那些纸。哇，这么多东西啊！绝了。开始啦！我头发太长了，所以就把它扎起来了。这次是讲一批那个意大利的朋友帮我们代购的一批东西，然后拆了，我已经拆开了，然后稍微收拾了一下。然后首先是一个小木椅子，这椅子特别可爱，是木雕的，但是它就是这两个地方其实它也挺坚固的，就是这里有两个痕，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么搞，而且不像是损坏的那种，就是而且它粘过，我试图想说回来修一下，但没想到回来以后发现这个是修不了的，因为它粘得太牢固了。下一个，一个发条的小兔子，它是香港做的，大概70年代左右，60、70年代吧。然后给你试一下，有点傻，它会这样，它会左右歪。边歪边敲锣，好了，它的眼睛是这样贴上去的，就是两个纸片贴上去的，特别傻一只。下一个，这个是一个米奇的一个木偶，这米奇的这个还挺少见的，一般见到的都是匹诺曹的，然后看见这个米奇的就赶紧让他帮我带回来了。匹诺曹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见的比较多了，经常会见到，所以总有用，就经常见到的东西就没什么兴趣买，然后看有一个米奇的就没见过，就感觉还挺大一只的，赶紧买回来。这个是他在一间古董店的时候帮我看见的，现在出不了国，只能线上旅行，线上旅行。他这几根绳子拉的时候，这个手脚就可以动。但它还是因为这种木头比较轻质，然后上面涂了木工漆就会有一点剥落，还是挺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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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下一个，这个是一个铁皮的，中间这个是树脂，应该是树脂，摸起来不凉。树脂的一个马戏团的音乐盒，上面这一块和下面这一块都是铁皮的，下面还挺新的。这样子，又拧多了，这什么歌啊？世界真细小小。啥歌？圣诞节的。就是一首儿歌啊。有名字的吧？让他打个鼓点先。乱打。下一个，这个也蛮挺可爱的，是一三只小猪的那里面的其中一只小猪，还有一个这个小猪的名字是挂起来的，你拉这个线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就可以当挂件，上面是手绘的，而且这个上面都是手绘的，这个钉钉子的这个地方有一点劈，木头有点劈了，其他都保存的还挺好的，特别可爱。之后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酒塞，意大利有好多特别奇怪的酒塞，因为他们欧洲可能喝红酒比较多吧。然后看见了一个这个骑士的这种，上面是金属的头盔，还可以戴上和摘下来，然后中间是一个木头的手雕的一个脸，画的还挺好的，一个酒塞，然后插在酒瓶上。下一个，有好多这样古灵精怪的小首饰。我觉得欧洲的东西真的是好精致，精致到有点感觉容易坏，也不是容易坏吧，就有点感觉不是我的。然后我就挑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小胸针，这个 是塑料的，下面是一个望远镜，然后奇怪的是它望远镜里面有两张照片，每边是一张像那种旅游景点的照片，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看见啊。对呀、啊、哎呀，两张照片还不一样。对，那没法拍不太出来。下一个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小胸针，是这样带一本小书的，上面是有一个蝴蝶结挂着一本小书，然后打开这本小书里面是有内容的哦，是各大名胜古迹的那个
像小明信片一样，而且是胶片材质的，有什么摩天轮呐、然后他们那些特别著名的雕塑、建筑啊，就是这样折起来的，这种精致。上面是一个鹰的标志，还有他们有一些这样带盒子的十字架，看这个浮雕做得特别精致，圣母天主教吧，应该是这样的。打开这个是不是银的，是应该是一个锡或者铝的盒子，然后里面有一串这种念珠，挺小个的，而且感觉它戴不进去头上，就是可能是挂在手上这样用的吧，这个我不太懂。如果可以想当项链戴的话，要改一个扣子，中间掐开一段放一个那样项链的那种扣子就可以了，这样。然后这么小的这个牌子上都是有浮雕的，下面的这个十字架也是有一个浮雕，小浮雕的这种，这个上面是那种小石头的碎石的一个小念珠，放在盒子里蛮精致的。还有一个这种一个小小 baby 的这种一个小吊坠，后面还有一个小太阳，然后它里面原来的照片已经被拿走了，可能是被主人前主人拿走了，里面是这样的，看原来是有沾过照片的痕迹的。感觉它这个小太阳像是银的，然后前面这一块是铜的，一个小浮雕。还有一个锡的盘子，这个也是这种小天使主题的，这种可以挂起来，这里可以挂啊，挂起来就是这样的形状，然后有好多标，就是欧洲，它没有写具体哪个城市，欧盟吗？难道是？还可以这样，它这有几个点，可以这样放在桌子上。先说这个吧，这有两张这种丝绒圆形的画，但中间是打印的，旁边有一圈这样的珠子，我觉得挺好看的，可以挂起来。上下挂两幅，一幅红的，一幅绿的。淘了两副眼镜，都是意大利产的。这个是 COCCINELE， 回头让康康把这个牌子打在上面。我脸太宽了，有一点紧，按这个型还挺好看。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亚克力碎片，然后铸成一个整框彩色亚克力的，这个挺好看，这个也是意大利做的。然后脸太大了，脸小的人买吧。试一下这个，这个是飞利浦，特别早的飞利浦做的一个暖炉，然后它欧洲的电压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直接插在我们的电上就可以了。1、2、3，我之前以为它是一个灯呢，其实它是一个暖炉，特别暖，就是温度挺高的。是多少瓦？100多瓦吧，这里写的150瓦。是60年代的一个飞利浦的一个热灯，然后这个设计我特别喜欢，超好看，超有设计感的，而且是飞利浦的那种老标。关掉吧，太热，夏天点这个真的是。然后它这个地方还有可以挂在墙上的，你可以这样挂在墙上，哎，它这个角度应该是可以变的，就是可以上下挪的，这个可以挂在墙上。它可以变成这种角度。对，因为我看网上的那种图鉴都是这种斜斜的，不是垂直的那种。应该就是他们当年的浴霸，浴霸放厕所啊，挂钩，然后就可以这么挂在墙上，嗯，这样射着脑袋，头发就干了。它为什么是红灯呢？它还有白灯的，但我觉得这个红灯好看。对，你看150瓦，它碰见的就是这个红灯。220到230伏，飞利浦的灯泡，荷兰制作，好漂亮。下一个，这个厉害了，这个是一张925银的一张浮雕画，上面是一个抽烟的女孩，这里有标，这个是925银标，这个其他的这种还有一个 R 的银标，后面是这样的，这里有个勾，这里还有原来的那个贴纸，一个实木框，上面还有一个玻璃面的浮雕画，挺精致的这个，而且这个主题我挺喜欢的。两个小玩具，这个是一个挂盘，太阳的挂盘，拟人太阳的挂盘，这样的，后面还有就手写的那些出处啊什么的，陶瓷的。就十几公分吧，10厘米。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熊，这个小熊是美国的，但也是在意大利买到的。它这个盒子不是它的原盒，不是它的原包装，因为它那个牌子的名字对不上。但我买的时候它就是带这个盒子的，还刚刚好。是一个陶瓷头的小熊，然后它没有手，它就是做成这样的，做成了一个花翎花的这种袖口。下面这一块是木头，感觉像树脂的，还是树脂的。戴了一个小拐杖，然后帽子是这种高的礼帽，这个还有一个小粉色的桃心和一个小链子，还有一个手牌，然后中间还写了一些是什么什么掰什么什么，就送给谁的吧，还是之类的，一个小卡片，1990年的，这个是，这个放在这个盒子里刚刚好。
这还有一个木板的画，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意大利的那种工艺，但是我平时淘的都是花卉与人物形象，就是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女人的那种像，然后这次淘到了一个十字架耶稣的，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它这里也稍微有一点折痕，但是这个主题和这个形状还是挺少见的，尤其是我经常是在美国淘货的这种情况。下面还有原来的这个标也保存的还挺完整的，意大利的，这个有一个刷金边，但中间这一块是打印的一个画，十字架的画。这个，哎，还有三件，这个是超喜欢的一个马赛克的一个装饰画，中间是两个鸽子，就像他们教堂壁画的那种做法。这个是我们当时学工艺美术史的时候学过，这种意大利的那些欧洲的那些教堂的壁画都是用这种玻璃马赛克镶嵌。然后我之前也淘过很多玻璃马赛克的那种首饰和盒子，但我第一次买这种马赛克镶嵌的画，大尺寸的，后面有签名和一些 logo， 还有这种标，这张我超喜欢。中间这一块他还用了那种金色的矿石来提，中间也提了一个亮度，然后也是闪闪的，颜色也特别好看。还有一个小家具，打开呀，这边的门有点紧，这样的一个娃娃家具。这个也是一个老的一个玩具，这个地方是塑料的，这个帽子是金属的，然后头这些是木头的，但它这一块有一点掉漆，手的这一块是一个拉车，小马拉车，这个马是塑料的，下面底座和轮子这些都是木头，然后它拉起来的时候会有铃声。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而且它马呀和这些人呢，车的颜色啊都做得特别好看，是拉这个绳子，地上拉的时候就会这样会动。算保存的比较好的是这里还有它原来玩具的标。下面还有最后一个，这个是我超喜欢的一个，这个我原来也没有见过，但它像一个陀螺，中间是这种小蜜蜂和花的装饰，然后中间有一个红球，我就当时看见那个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红球一定不简单。这里有一个意大利 made in 意大利，然后它是这么玩的，看见中间的小蜜蜂了吗？中间有一个小蜜蜂，它会随着那个我的动力来回扭，有的时候会转圈，花瓣开了以后才会显示出那个小蜜蜂，而且那个小蜜蜂做得很扎实。这样的，但你玩的时候，我这样打开的时候看见它中间的那个塑料，这个杆是金属的，但它中间有一个包裹的塑料杆可能因为它震动的次数太多，所以它有点裂了，是那种很脆弱的那种，像我们吸管材质的那个，那个不太影响，但是你这样上下抽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不要使蛮力，要顺着它那个劲儿这样才会插。然后你速度加快的时候，就你找到那个频率速度加快的时候，它那个蜜蜂就会，这个花瓣就会甩开，然后中间的小蜜蜂就会出现，还有那种铃的声音，但你这样摇又不会有那个铃的声音，你只有这样的时候它才会有，所以这个我也超喜欢。其实你这样加快这么手转，它也会出现那个小蜜蜂，超可爱。所以你其实不用上面的那个也行，哎，我还没这么试过，这个我超喜欢。这个大概也是60年代70年代的那种儿童玩具，然后这一批意大利的东西就没有啦，还有之前的那一批胶皮的和那些手偶，那些我已经上淘宝了，可以去看。其实之前的那些意大利的除了那些胶皮以外都已经上淘宝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刚才给你敲一段锣，敲鱼锣，拜拜。